天下午4:40左右的时间呢，在桃园平镇的文化街以及复兴街呢发生一起崩塌意外，而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的施工现场的制高点呢，要带你来看看究竟呢这一起公安意外呢是发生了多严重。那么其实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哦，当时呢在这个地面层的土方的土啊，其实是相当厚的，怎么会发生这一起意外呢？大家都在怀疑说是疑似呢是这个地支撑这个地面层的支架是这个支撑不住，才会呢直接向下来崩塌。而在稍早呢，这个我们也访问到了当地的民众，他说啊，其实事发当下、有听到这个相当剧烈的这个爆炸声，还有呢剧烈摇晃声。我们来听听这个附近民众的说法。听到一声很大声的时候，我就跑出去一看，一看之后又听到很多人在哀嚎在叫求救，那我就打电话报案了。那时候是第一次爆炸，第一次坍方，结果跑到3楼来照相的时候，他已经第二次又坍方了。那时候根本就以为是地震，可是我想说不，地震不会带来像气爆声音的声音很大。然后我想说这个不对了，就打开门一看，已经烟雾弥漫了，那可能整个街道我们都看不清楚什么。那么可以听到呢，根据这个报案人的说法，就表示啊，其实事发当下他总共呢是听到3声的爆炸声，那么他也赶紧呢向警方跟消防队员来报案。而还原呢这一起事故呢，总共造成的伤亡呢，总共是有2名工人，男性工人的头部以及肩膀呢是有部分擦挫伤。那么另外呢比较不幸的是，就是有1名63岁的林姓女工人，她当时呢是在地下停车场的3楼来进行粉刷作业，但是啊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呢这个土呢就直接向下崩塌，导致呢他整个人呢、当场就被活埋了，活埋了将近13个小时了，在今天的凌晨5:13的时候呢才被搜救人员找到。而不过呢其实他被搜救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是相当的不幸。而其实这一起这个施工工程呢、我们带你来关心，其实他正动工的时间是在去年的5月25号，原定呢是在今年的12月底才会完工，但怎么会过了1年呢就发生这一起意外呢？其实稍早呢这个施工单位的人员啊以及工会的人员呢都已经到场来进行勘查了。不过呢其实这个施工工程啊，它原先预计呢是要做到地下3层以及呢上地上2层的这个施工现场。不过呢其实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起意外呢？他们现在呢也还在想办法要调查厘清。以上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